回到了东安国小来跟大家分享这份荣耀，也很开心。各大的实业，像曼代马莲、台茂实业，在我国小的时候大力的资助，对，谢谢他们，才有现在的我。也很感谢东安国小的徐主任，从小严厉的管教，才有我现在的出色的表现。谢谢大家，我很开心，这份荣耀跟大家分享，也很希望这些学弟们以后可以有更好的成绩，跟这些世界的各国好手一起奋斗，一起拿下好成绩。谢谢大家。